Bandung, warga aman.昨天吧，哇，好靠近哦！我说，我昨天晚上去订了一个我看中很久，不是说很久吧，可能就一两个星期这样子的电话，然后还是一个新出的电话。然后我在哪里看呢？它都是 sold out 或者是没有货了的。然后我打电话给在我家附近的一个 mall 的 store， OK， 我给你们讲它的那个电话的型号呢，就是 Redmi Note 10 Pro。 然后我看中就是这个型号，然后他们昨天呢竟然跟我说还有剩下一架这个电话，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兴奋的去拿那个电话，然后可能看一下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然后就去吃看，然后就回来就回家吧。我昨天已经出去一整天了，真的好累哦。其实，就这样啦。所以希望呢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电话是我现在用来拍的，这个电话是华为 P20。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吧，只是前面这个镜头呢，它最多可以拍是780像素，就有点低。然后其实我平常用它的时候，是有一点 lag 啦。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是，我很多
app 其实是 update 不到了的，然后因为我的 Google， 你知道华为跟 Google 的一些问题，说我的 Google 现在它不能够自己 detect 有什么 app 是可以 update 或者是需要 update， 然后过后我的可能 Google Chrome 啊，然后我的YouTube 那一些全部都是 update 不到了。So yeah， 我已经等不及要去拿我的新电话啦，可能拿了过后呢，我就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，可能我开箱会先出还是这一个会先出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嗨，是我，今天是已经是星期一的几点了，现在已经是星期一的4:30了，下午4:30。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video 呢，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新电话来拍的。那我也是有放脚架啦，就是只可以看到，我是可以拍比较高清。就是、现在我是用着我前置镜头来拍的话，也是比较高清的 video 这样子。我觉得 so far 还蛮 OK 的，我还没有正式用它来拍过任何其他的东西，就真的是只有这个 video 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还有一个到两个小时，差不多要放工啦。那今天是星期一，那想要跟大家讲说星期一快乐。那我其实我也是要有做工的人，那如果你也是在有 Monday Blue 的话呢，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啦。我不懂会不会 continue 这个 video， 还有下一个 check in 还是什么这样子。那如果我就现在就 end 掉这个 vlog 的话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声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种 vlog 的 video 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 video 的话呢，可以请给我一个大个 like， 然后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一定呢有会看或者是回复这样子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啦，拜拜。